我就怎么是不是咱得再一技能为什么不是智能施法？正在路上，认错人了，猴哥，没认错人啊，没认错人，差不多，没认错人啊，你给我回来！算了，不背他了，背他没有意义，毫无意义。我听到你了。等升个二了，才能好玩一点。一级没毒的炼金确实有点低级。我听到你了，先给我背回去。吃我的屁吧你！哎，致命点呀！他带的还是点烟，哎，我伤害好高啊！这套符文感觉伤害有点高的，虚区有点高啊。在这堵着他啊，等会儿。来，上当了，给我杀，漂亮！咋48点法强呢？因为有戒指啊！我现在都58点法强了。摇晃摇，这法强行不行？我马上100点法强，差不多是。以对面的阵容，我觉得我们先来个湮灭宝珠，没啥问题吧？算了，那剑魔就是个屁，剑魔连屁都算不上。正在路上，我直接遗失的章节了，我双折磨冰杖。板甲紫炎之力加皮鞋，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哎。这都能刮着我点点回来平 A 撕粑粑，我这戒指直接起飞呀！啊，来，这都是弟弟啊！你为啥要回头呢？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我给你报仇来。差不多是时候。哎，乐意，先刷乐意，就你叫艾克啊？吃屎！
还能吃波冰，真爽。正在路上。我这波这么猛，你不奖励我一波冰啊，小伙子？我们直接十层戒指，我戒指十层了，那我苦楚。摇摇晃摇，哎呀呀呀呀，还好还好，问题不大啊，还是不大，溜了。直接美甲窃魂卷吧呢，那还说啥呀，这还不美甲。我听到你了，蓝莲汉的苦楚，美甲窃魂卷，猫子皮孩，冰杖折磨，少了什么装备刚才？少了紫炎之力哈，那不要了，要什么抗性装？给我出虚虚装，我直接一个屁全给他们毒死。归零点到，不能。炼金这玩意儿呢，不太爱死。其实我还想来一个鬼书，那折磨不要了，折磨给他换个鬼书，那个双折磨不好用。哎，我塔皮哪去了？兜。直接四层美甲窃魂卷，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再打个蓝 buff， 打完蓝我再打个蛤蟆。告你们啊，打这种蓝 buff， 开毒关毒基本上不掉蓝，而且还能打得很快。跟我们一直开毒其实是一样，但我有蓝 buff， 我们就无限开了，那蓝都不掉。谢谢。我听到你了。来啊，继续啊，追啊。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你不追我了，该我追你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他怎么这么多血呀？空大了，哎，算了，无所谓了，反正我们大招吸地也快，没得关系。我听到你了。我们现在已经九级了啊，这炼金。炼金等级是很重要的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也许有点痛。没有大，我们养着他，不杀他，跟他发育。养着他，然后我们吃野怪。
到你了。OK 了，回家我们兰陵汉的苦楚。这个皮海肯定是得来水银海了，水银海的印性加上我们自身的印性，等于50多印性，再来个大药。我们在人群之中穿梭，没有任何人能控得住我们。那乐于这个 W 得控我0.3秒。乱配一截子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伤害好高哦。直接进艾克的野区，这剑魔先不杀他。正在路上。嘚，先死一个。哎，我追你了。这剑魔有点炎啊，小心点。哎，上当了，直接22层美甲窃魂卷。我听到你了，你们杀我可不行。2600，差点钱。不过一血塔该拔了，先把一血塔拔了吧。摇摇晃摇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先吃个蛤蟆，吃完蛤蟆我们吃个蓝 buff。 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硬仗2600，钱不够啊。我得再打个1000多块钱，我们才能回家。直接往前追，兜。25层，2600加800等于多少？3400。我们最好就别让对面野区有东西，你呢？出一个我打一个，出一个我打一个，出一个野怪我收一个，一人我吃三路。团战我就迷路。我听到你了。差不多是时候。Killing spree。
我可以不杀你，但是我不能让你回家，你明白没？是摇还是不摇？你明白不？这是一个问题。You know understand？回家出装备的无敌了，谢谢方大大福的一个飞机，感谢方大大福啊，谢谢。算了，我们还是带眼儿吧，要这个眼儿。我直接板甲猫着，不行，猫着是肯定都是得要的啊，来个猫着。猫着出完最后一件装备，有待商榷。其实板甲呀是很好的一个装备，打他们家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哎，星界驱驰也可以哈。这英雄联盟格太少了，多点格呀。这是一个问题。兜那致命点烟胖子。撇一滩泥巴，你给我回来，我这带印性的小老妹儿回来。一滩泥巴，那鱼是吧？兜儿走，开金矿去。我听到你了。这个也许有点痛。把下路炮车也给他吃了。我们已经15级了，看到吗？15级什么概念？15级马上16了，16级什么概念？16级是我们就3级大招，别人还有的还1级大招呢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我不带上的，我这溜了，我们这就断断线就完事儿了。这人确实是有点多啊。我应该去鳄鱼那个位置，我不应该跑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应该就是朝着鳄鱼的方向走，给他背回去，他就完事儿了，直接打不死我。这波属于没玩好，你知道吗？我寻思我秀一秀这鳄鱼，把这鳄鱼杀了呢，我想杀他。算了，鬼叔吧，还是打他们家来个鬼叔是可以的，让他们回不了血。最后来个猫的。猫这是不是有点脆吧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我怎么在天上跑呢？行不行？我在天上跑。我能直接穿墙不？我听到你了。
开金矿去。一人我吃两路，你们吃一路。拉克斯挺骚啊。我转一圈。21层美甲窃魂卷。没什么能治疗黑暗的力量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士兵啊，士兵升级呀、啊。那你们吃两路，我吃一路，行不行？我不跟你们吃一路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咱们家还是个风龙龙魂，我的天！马上18了，投降了。